这回是，这谁啊？草龙？没见过。但是有草的话，我觉得我还是用那个这个家伙吧。来，这回是个三星。我天，这谁呀？哎，这不就是苹果龙吗？那我这么抓了它，我不就不用去五号道路了？咦，非常好，极具火爆，极具苹果龙。啊！我用那个烧火，我用烧火攻打它。抓住了吗？我还在打呢。你哪来的烧火攻？你盒子里。我看，哦，你看到是极具苹果龙，然后你就换人了。我看是草系，然后我就换了个人。他极具飞冲，有招吗？有个火焰轮撞击。嗯，好，该我了，极具火爆。我极具火爆怎么才打这么点儿？刚才跳出来一个提示，未成年人不能单独直播，需要有家长陪同。那我还是得极具火爆。我天，我打他好少。苹果龙为什么是那个果啊？不知道，就是苹果裹着的龙。那苹果来了，我被秒了。嗯，你是有没有帮手啊？我有。哦，然后呢就没我事了呗。不是，然后你可以换人吗？不知道，看他们打完这回打不动他呀。对呀。而且你这几个帮手好弱呀，感觉。这是干啥？助威？我咋还？不是，你只能助威了。啊！我天！打不过他，感觉。啊，好厉害。嗯。但是我应该可以第二次挑战。不可以吧？我可以。打不过光柱就消失了。没有吧？我试试。还有什么秒的你啊？极具飞冲。哎，我恢复了。哦，因为你有什么？你有红属性。哦，那完了，我没法极具化了。那我你火焰轮吧，就。火焰轮是不是火对龙效果不佳？哦，对啊，那你也没别的好的。不是，它有草，我可以用虫啊。嗯，那你试试。来，我是虫秒嘞。冰力不是效果最佳。冰力应该是四倍，为什么才打这么点？不知道，杂技马纽拉死了，冰力没了。他们会用活力快了，已经快无法抵挡风暴了。再死，我们再死一个人就完了。嗯。鲤鱼王又回来了，有啥用呢？只能越级。等会儿我的虫咬。你怎么没发出去啊？对啊，再来。招式失败了，显示。嗯，这个好难打呀。那我来试试呗。嗯。你又咋了？特性消除。万有引力。万有引力完了。鲤鱼王直接死了。他死了，那不行了。嗯。然后嘞？无法。然后他跑了，他这样他就跑了。嗯。还在吗？还在，给我，交给我，交给我抓他啊！我来换一下人。你不能用这个，不是，你可以直接从盒子里选。是吗？嗯。他是草加龙。嗯。我们用冰比较好，是吧？嗯，你可以刚才那个页面直接从盒子里选。不，我先在盒子里面分析一下。然后你得考虑，如果是没有好招式，还得去学一下。草加龙是冰是四倍克制。嗯，但是你没有啊。但是我没有什么冰啊，是吧？嗯。
糟糕。哦，或者妖精，妖精也有可能。嗯，但是我的妖精好弱呀。哎，你这不是会月亮之力吗？这个，哎，不是这底下这个，走路草会用月亮之力啊。29级，那不错呀。不低。不错是吧？嗯。用它吧。好。用它。不是，你可以待会儿直接那个什么。哦，直接选它是吧？嗯。待会儿选替换宝可梦就可以。好，就这么决定了。嘟嘟。就靠这招月亮之力了。给我匹配一点强力的吧。刚才。哎，刚才没有皮皮，这次呢？刚才是我打走路草的时候有皮皮。苹果，走路草，走路草，说起来，它有极致自冲啊，很弱呀。对呀、啊，走路草很弱，几句话月亮之力。鲤鱼王皮卡丘，极具压境。我天，怎么又有鲤鱼王？对呀、啊，刚才也有鲤鱼王。哎呀，太气人了。来吧，极致妖精！哎呀呀呀呀呀！哦，个头是挺大，但是太弱，被他一个飞冲就得死。嗯，酸毒也得死。哦，还行，活着。特工提高了。撞。掉血了吗？掉血了吗？电网掉血了吗？掉血了吗？你们在干什么？还是得看我的。这才是掉血了，这只苹果龙也太强了，妖精场地不及缭绕，陀螺球，陀螺球装，哎，这还行，这叫还行啊，至少费血了，至少费血了，比其他的好，继续酸毒。哦，对呀，我们用行灵宝也行啊。对啊，行灵宝不是有着龙爪可以给你，那片龙，现在你又只能呐喊了，我呐喊几个回合就会复活是吧？呐喊一个回合就会复活，水泡就至少打了，打不动。电网不会血，根本不动。暗影球，暗影球，哎，一点点，还不如陀螺球呢。我只能助威是吧？嗯。哎，我是不是有替换宝可梦？没有啊，没有，我只能助威啊，好傻呀。铁尾装不管用、嗯，我们得用龙爪来挠它了。水泡还没有击中，我天。波动轮，哎，龙波动可以啊，哎，这是他的龙波动，这是他的，哎，我又电量不足了，先生，嗯，我是忘了换手柄，哎，你回来了，好，我上了，但是你没法接句话了，你只能月亮力，月亮战力，龙波动，龙波动，皮卡丘一丝血，70匹的，抓狂，电网。都打不到他的护盾出来，月亮之力。好，这下护盾出来了吧？来了，三个护盾。三个还行。没戏呀、啊，这个。这苹果龙真的是打不过他。好像是没有击中他。月亮之力，你们帮我去掉护盾呗。还要干啥？有两个人比你先出招，他用了杂技。哎，破破斗轮死了，但是破破斗轮是比你护出招的，这个比较那个什么、哦，越来越强了。帮我破盾呢？刷狂一个，再破一个，电网一个啊，漂亮，刚好帮我破盾了。OK， 来，然后就看你的月亮了。我月亮也不可能直接给他干掉。对呀、啊，来啦！哎呀，差一点点，万有引力，皮卡丘死没关系。再让他出，你要是再不干掉他，就真的没事了、啊、完了。哦，还有一次机会是吧？嗯，还有一次机会，最后一回合的机会了。对，你要再干不掉他，就彻底完了。月亮之力，杂技，他先出招，哎，没有击中，没命中，漂亮，抓狂，漂亮，抓狂，那应该赢了。耶、赢了，赶紧抓他，用超级球，超级球，超级球，他虚弱了。其他球有更好的吗？水和虫，超级纪念黑暗，命令球就超级了。嗯，超级球，
这算是黑暗的地方吗？这不知道，洞里面按道理应该是。算了算了，万一不是呢，是吧？来来来来来来来，苹果弄。你是认真的吗？你是认真的吗？直接拜拜了。我。贝卡贝，贝卡丘。